多相同，快乐总比悲伤多，可我看你总是不肯定，叫我怎么能够不由衷，纷乱世界的承诺我从来就不曾忘过，如果你说誓言太沉重，我就放下心头伴你走不尽。我想我会默默地承受，我想你也不会想错过，我想我不会再有所求，我想你也不会再伤痛。粉碎也许多年以后再相逢，你从来就不曾忘过我，我会装作什么都不懂，把你藏在我心头，也许多年以后再相逢。他毕业都忘了，是灵性不会忘记的。我们的那个意识会忘记，灵性不会忘记。刚才，你的认识。反正你们修道对不对？最后就是回顾那一种率性之位道，天命之位性。那种率性不是草率的意思啊，是一种纯真，对不对？无假思索比较纯真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太多头脑。所以把我们本来每个人都很纯真的本性给覆盖进来，所以我还算是帮你洗一下，恢复你的样子。刚讲了，都忘记了。那你们为什么想往休息？听到音声也会有一些感受。为什么？刚才讲啊，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实心清净永不欢喜，一毛为起，若利诸者，皆由前世成就得到，故非凡人。所以表示你不是凡人，厉害厉害，现在的用词叫厉害。而且师父原本也没有想说他会来接机，然后就说他要去接师父。第一次见师父是在4月8号，下午，就当时在机场看到师父的时候，就莫名其妙的大哭，然后好像是认识师父，就问师父说以前我们是不是认识？师父说是啊，你忘了，我没有忘，再续前缘。哇，真的就是非常的感动，同时呢又非常喜悦、惭愧，就是各种情绪都有，不过。总体是很开心很喜悦，好像回到家的感觉。就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体会到师父的慈悲。记得有一次他们让我打太极拳，然后我就说师父在旁边我不敢打。是后来我也忘了这个事，但就觉得不打不好，不太好，就开始打。后来就听到师父颤音声，他为了不让我紧张就跑到那个台阶的下面颤音声。然后音声的，那也是第一次，就是现场体会到，那个音声的那个能量的强大。然后太极拳我打的过程就是，特别的不可思议。以前呢，只是在经书上看过，就是佛菩萨。然后这次是真的看到，这原来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有佛菩萨存在的。他们就师父。有时候也很可爱，有时候也会很严厉，可是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我们众生吃饭穿衣皆为我们。我还记得瑞安老师曾经说，我们这么好的师父都遇到了，那我们哪有理由不好好学习。所以我也是，就是师父也讲说要从弟子规做起，那
我也会努力学习，因为唯有学修才是出路，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一切困境。我一定会努力学习，感恩师父让我再一次遇见你，感恩师父，谢谢。师兄、师姐、师父，大家好。首先感谢师父这次来武当的悉心教导。当看见师父第一眼的时候，感觉师父非常慈悲、可亲。后面听到师父唱音声，心里会不由自主的开心喜悦。师父讲了很多给我们，那后面在生活中呢，就会不断的去关照自己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然后再慢慢的改正。虽然很多东西现在还做不到，但是会慢慢的进步，我相信会一点一点进步。以前很多时候心里有很多解不开的结，就想不开，但师父讲了之后，很多时候都看得很开，就烦恼也会少了，每天过得也很充实，很开心，很简单。希望下次与师父相聚的时候，再向您学习。谢谢大家。我想你也不会再伤痛，粉碎也许多年以后再相逢，你从来就不曾忘过我，我会装作什么相逢，你还依然记得我的梦，我会装作什么都不懂，一切都是为你好，再相逢。